现浆哦。老祖刚刚先过了，对，老祖过了，就没有了。来，现场所有的朋友，今天呢是我们淡水大拜拜的夜巡的第一天了。明天是日访哦，然后呢，今天整个的绕境队伍真辛苦你们了一整天。那谢谢我们现场好朋友。那明天的日访呢，我们在淡水平安寺等大家哦。谢谢。